村镇中学为掩护，是学生扛上枪唱上歌就走了。一讲是党所领导的学校了，八个人里边有厂长的同学七个。那个那一年是9月24号开学的，本来搞只有周一吧，先得占领阵地。现在回想起城山中学时代的岁月，邱教现在也是有一个样，没有叛变的，没有投降的。为民的名字啊，改过来的，喊共产党万岁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。那时候只知道我们知道很英勇，我们任务很艰巨。倭寇逞强权，残暴绝人寰，不自由勿宁死。山西太原澄城中学成立于1924年，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名校，全校师生以明德明理、成己成人为校训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中共中央北方局、八路军驻晋办事处、中共山西省工委三大机关进驻澄城中学。周恩来、刘少奇、邓小平、朱德、彭真、杨尚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留下了战斗的足迹。澄城中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抗日战争的前线指挥部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，澄城中学的400余名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笔从戎，共赴国难，整建制的组成师生抗日游击队，转战晋西北，进军大青山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吞山河的爱国主义华章。要给咱包圆了，还剩多少弟兄？90来个，还得算上伤员，弹药也不多了，还剩多少？每个人就10来发子弹，手榴弹就更少了，拖了他2天2夜，够本了。该死的鬼子，该死的汉奸！没错，要不是那些该死的汉奸，要不是那些华美自治军，那早把鬼子给甩了。弟兄们，做好战斗准备。
准备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开火！稳住！小姐，他人在哪儿啊？小姐参加了抗日游击队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小姐在八路军715团4支队5连当卫生员，我当时用您的名义把她骗出来，可死活不肯跟我走。我想带她回来，可半路逃走了。报告，日本少佐松井敏夫先生前来拜访。这次的攻击战不错嘛，击退他们看来只是时间的问题了。这都仰赖大日本帝国军队的英勇善战和松井先生您指挥有方。过奖了，这还是要全仰仗你们才能这么轻易地完成任务。
但是，那么一个小部队，我听说他们是学生啊。啊？学生？你没有听说吗？啊，听说过，听说过。不过那都是群孩子，怎么可能是八路军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敌人就是敌人。我的意思是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情报是没有问题的，那些学生就是八路军。不过这次交战遇到我被击败也是理所当然的吧？你不这么认为吗？这个是将军交代下来的任务，徐先生，有个事情还要麻烦你一下。阁下请讲。这次作战让八路军损失惨重，我们骑兵的战斗力还是不错的，要是能够再得到些马的话。阁下的意思是？就是那些牧民嘛，要把那些马全部给我拿过来。那马都是牧民私人的，要是他们不肯卖怎么办？那就是八路，八路的话就杀掉吧。下次的战斗一定要把那些马给我们的骑兵队。关于马的事情，徐先生你都明白了吧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我操！怎么样？喂，干什么呢？是鬼子吗？是。开枪了！这位小兄弟，你谁呀？你哪部分的？哎，小心点，一会儿走火了你！别笑，回答我的话，别动，举起手来。先生，这是我家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你回来了。啊，梅妮儿，我媳妇儿，这位是田连长，许环姐姐。她是孤儿，小的时候生病快死了，我娘当了个银顶圈，抓药才把她救活。从那以后，她就跟着我娘俩不走了。我娘临死的时候，让我们两个做了两口子，永远不分开。你们受了不少苦吧？有我呢，饿不着她。好样的，像是个男子汉。行，说点正事儿吧。前面镇子上就是鬼子的封锁区了，根据沿途打探的消息，看来大部队已经突围出去了。咱们要想找到大部队，一定要过这道关。这怎么过呀？鬼子防范那么严密，你身上还受伤了。我可以进去，反正他们不管小孩。可是你们……怎么还没睡呢？你觉得那办法可行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要被敌人他们发现了，肯定会防范更加严密的。嗨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吧。哎，你说你是七幺五团的，我怎么在部队也没见过你？你哪个连队的？四支队五连。五连？五连不是跟大部队一起的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啊，我跟大部队走散了。哎，这次鬼子扫荡让咱们部队损失不小啊。之前呢，咱们都是依靠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。可这次鬼子把骑兵部队调来了，这个骑兵啊，在阵地作战的时候发挥不了太大作用，可是在突击的情况下，他的速度和进攻力就体现出来了。步兵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就像我们之前的情况，那不是战斗，是屠杀。那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有啊。什么？组建自己的骑兵部队。对呀，我们要有自己的骑兵部队，就能跟鬼子对着干了。所以我们必须得活着冲出去，跟首长汇报这里的情况。可是我们部队都被打散了，外面现在到处都是鬼子的人，我们上哪儿找大部队去啊？再怎么说这也是咱自己的地盘啊，鬼子不可能滴水不漏吧。这次要怪啊，就怪那该死的华北自治军给鬼子引的路，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被包围。狗日的汉奸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你比我小一个年级，还没毕业的时候你就已经退学了。哎，我记得你那会儿挺文静的一个女孩，怎么现在也参加革命了？就许你抗日，不允许我抗日啊。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记得我们搞活动的时候都没怎么见过你。那是你目中无人，不过我对你倒是了如指掌，成城中学的风云人物啊，在特务那儿都挂了号的。嗨，那会儿年少轻狂不懂事儿，现在上了战场以后才知道，光靠冲动是不管用的。不过这次真要谢谢你，救了我一命。对了，你姓许，那个华北自治厅的厅长好像也姓许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那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是你那么激动干嘛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
你们两个都姓许，差别怎么就那么大？不跟你说了。哎，你不，我说什么了我？怎么这么多围巾啊？田院长，我回来了。买着了吗？我出马，那还能错得了？哎，这每天都这么戒备森严的吗？那倒不是，许青春要来镇子上探查，所以才那么戒备。许青春？啊，就是他。听说镇长要从镇子上举行欢迎仪式来欢迎他。欢迎仪式？好，来得正好。我们还是去找臀部吧，这样做太危险了。叫你别跟来，你非得来。放心吧，就算不成功的话，咱们有马，他们追不上咱们。来了，来了。夫人，他们到了。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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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江，大驾光临呐！感谢各位。那个人就是许青春吧？兵长您好。幸会幸会幸会。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，我不信。当时我虽然没看你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故意的。我没有。我差一点就能杀死你，狗汉奸！你为什么要救他？许欢同志，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，我不是你的同学，我是你的上级。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再说一遍，你没有。你知不知道杀死了这个许青春对咱们有多大帮助？这样的话，他的华北自治军就会群龙无首。没了这群地头蛇的帮助，咱们就有更大的空间和日本人进行周旋。真是我的错。你还不说是吧？好，你不说我说。其实他……你别说了。没错，我是故意的。对不起。对不起就完了。你还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？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士，你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配得上这个身份吗？我知道我配不上，可他是我父亲，可他是我父亲，对不起。这件事儿，我会如实向上级禀告的。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开枪的人抓到了吗？还没有。什么人想杀我？难道是八路军？不会是日本人吧？这次他们让我严厉的对付这些牧民，我没下手。不会是恨上我了吧？此地不可久留，其他的镇子我们不去了。明天一早我们就会上场。厅长，您放心，有我在，你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全靠你了，兄弟。都说我许某人卖国，他们哪知道我的苦衷啊？什么声音？像是枪声。不会是八路打过来的？快，带人去看看。连长，我回来了。好样的，臭小子！罗布斯，这次可多亏你了。连长走了，自己多保重啊。连长，我也要跟你们一块去。你干嘛去？打鬼呢。那梅丁呢？我跟他说了，我们干革命不行带家属。不行，你年纪太小了。快点走吧，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行，先走再说。快上马。你怎么还不上马？我什么我？你的事以后再说。先上马，走。
没事，撤。主任，主任，这许欢，别开枪。应该追不上了，原地休息。呀，他怎么了？饿不死？怎么了？饿不死？怎么了？我可能中弹了。哪儿啊？屁股。你还笑？哎呦喂！疼死我了！给我看看啊！不行！男人的屁股怎么能让女人看呢？行，好，我看一眼。你什么重担？擦破点皮儿，起来，快点，起来，起来，去把马找回来，快去。路怎么走？我是被我父亲的副官骗出来的，他想带我回去，我走到半路就自己逃出来了，迷路我才遇到了你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好，我相信你。林团长的部队就在附近，驻地应该离这不远，出发吧。饿不死，哎，怎么样，还能坚持吗？休息了一会儿，好多了。好样的，咱们差不多该赶路了。好，走。是。是。是。啊，疼死我！好啊，疼死我了！你不是要当八路军吗？这么点伤就疼了，怎么打鬼子呀？你根本就没有拿我当八路军，凭什么别的战士手术都有麻醉药，到了我这儿就没了呢？罗布斯同志，这姐就要给你道歉了。敌人扫荡封锁得很厉害，我们已经没有麻药了。太死了，日子！疼死我！许华，他们领导要见你。团长，整整一个连呀，这真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啊！团长，都是我的错，要怎么处罚我？您说吧。处罚你？处罚你那些战士就能活过来吗？我知道，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。鬼子的骑兵这次给我们的部队造成的损失很大，没有预料到这一点，我也有责任。那团里打算怎么安排我？你身上还有伤呢，等养好了再说吧。有任务？你提议成立骑兵连的事儿，团部正在考虑。不过现在我们只有十几匹马，离成立一个连队还有点距离。没事，团长，我们可以从部队里挑选一批会骑马的战士，先进行训练，
同时呢，再到内蒙去买马。你说的这些，小鬼子早都想到了。他们已经勒令那个许庆春，控制了所有蒙古马的买卖，牧民根本不敢私自卖马。我想，实在不行，就到山西去找一些马。那不行，根本不行，团长。您不知道，这战马在战场上就是战士们的第二生命，马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战局的主动性和战士们的生命安全。就拿咱们的蒙古马来说吧，在速度上本就不及他们的大洋马，只是在耐力上稍稍取胜，更别提咱们的本地马了。听说日本人在海拉尔设了种马场，从世界各地引进各种纯血马，和咱们的蒙古马进行交配，为的就是培育出更适应这场战争的战马来。哎，你怎么那么了解马呀？我从小就喜欢马，那时候啊，我爹特意从内蒙买了好几匹马来陪我玩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呀，这马是通灵性的，反正啊，跟马交流比跟人交流容易。嗯。团长，我申请加入骑兵连，请团里批准。你呀，先把身体养好了，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。团长。许欢同志，有些事情呢，我们还需要向你了解清楚。饿不死，你给我站住！干什么呀？这是跟你说话呢。你瞧，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？没胃口。嘿，我以为给你带头牛，你都能吃下去呢。你才吃头牛呢！你臭小子，吃枪药了你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听说许欢姐姐被他们给关起来了，这几天连饭都吃不上。我想去看看她，他们都不许。真的假的？当然真的。许欢姐姐人那么漂亮，那么好，你们干嘛要欺负她？拿着。喂，干什么去？许欢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怎么从卫生队跑到战场上去的？石龙口战役，你有没有给许庆春提供情报？我没有。看来你是顽抗到底了。今天你要是不把问题交代清楚，你就别想从这儿出去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谁呀？你干什么呢？我是许欢同学。这路我们俩一直在一起，我可以为他作证。你简直是胡闹！你出息了啊？赶上军法使信使报告团长。我相信许欢同志是清白的。再说了，我们也不能因为许欢是许兴春的女儿，就怀疑他对革命的忠诚。那你那意思是说，我们在搞冤假错案了？报告团长，我当然相信组织的公正性，可我也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。狗屁观点！我看你小子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？报告团长！行了行了，少跟我来这套。严肃点。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让你见两个人。谁啊？报告。幻景，小东，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奉师部命令组建骑兵连，严幻景和孟小东是奉命来我们团参与组建工作的。太好了，早就等这一天了，团长。我任命严幻景为新组建骑兵大队的临时大队长。是。孟小东担任政委。是。团长，我呢？你，鉴于你犯的错误，先回去给我反省几天，等待团长命令。哎，团长，你再考虑考虑吧。我考虑清楚了，服从命令。是。你们都回去准备准备。是。是。同志，不至于吧？老同学见面你就拉个驴皮脸啊？垂头丧气可不像你啊！少废话，我是那样人吗？我就知道你是装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骑兵连的事你肯定跑不了，咱们早就该有自己的骑兵了。这次在草原上吃了鬼子的大亏，这件事儿我可咽不下去这口气。的确，这次大扫荡里边，咱们部队都吃了鬼子骑兵的亏啊！别提了。我跟你说，上一次我们连本来想给鬼子一个伏击，没想到人家把骑兵派来了，瞬间就冲破了我们的防线。要不是我们的后援部队赶到的及时，你啊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那你比我幸运。洪生，我们都知道石龙口的事儿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，毕竟
骑兵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强了。洪生，你能回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等咱们有了自己的骑兵，小鬼子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都是我的错。一个连，整整的一个连全搁那儿。兄弟们，保持队形，撤了！后面的团长，团长，后面的团长，站上！站上！后面的跟上！跟上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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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！站！站！给我脸子！干嘛你？我干什么？啊！这么叫我怎么办呢？人！站！马上过来！还怎么打？没有人！你叫我怎么有耐心？鬼子的敌人横冲直撞，我们的骑兵连马都坐不稳，发脾气有用吗？那怎么办？快点！快！再来一遍！快！加速！走！快！快点！后面的跟上！快！跟上！这么练不是个办法。小东，你给我坐下！这驴脾气。那小东说的没错，这事儿你慢慢来。我能不急吗？你看他们一个个都窝囊废的样，好像马把他们吃了似的，骑在马背上，腰都立不直，打什么仗啊？这是咱们部队的第一支骑兵，战士们没有经验，害怕也是正常的呀。对，万事开头难吧。就说咱们几个吧，虽然都会骑马，可是当老师毕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。再说那些骑兵的战术，更算是门外汉了。这不正来商量吗？我观察了你们这几天的训练，总结出了几条问题。首先，战士们普遍对马有一种畏惧心理，他们害怕上战场以后马受伤了，从马上掉下来会当俘虏。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。其次，战士们觉得要铡草料，半夜要起来喂马，早晨起来还要遛马，觉得麻烦，不如当步兵省心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部队上上下下有一种躁进心理，他们刚骑上马就想跑想战，可是后来骑上马以后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，就产生了一种消极应付的情绪。行了，这个责任我来背，要批评就批评我吧。哎，谁最了解马？你呀。我知道，本地牧民。对，就是当地的牧民。这些人啊，打一出生下来就在马背上，要论驯马、骑马，没有人比他们更能适合当老师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取经。没错。大哥，这个草料里还应该掺点什么东西？那豆子。对。皇上，好了没有？等会儿。好了，闻闻，香。尝尝，我全吃的。呵，好香啊！团长来了。哎，你看，炒黄豆。怎么？看小灶，这可是违反纪律啊！哎，给马吃的。马吃的？是马比人吃的都好啊？马都太虚弱了，需要补充营养。哎，哪来的黄豆？战士们省下来的，宁愿自己饿着，也要让马吃饱。鬼子扫荡太厉害了，战士们都快吃不饱饭了。部队再这样耗下去，战士们连枪都拿不动了。走，出去拿了。没喂完马呢。杨文景，啊，你喂马。哎，你给我出来。要给我处分是吧？你说呢？擅闯军法审讯室，还大放厥词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
我爹是国民党，组织上还允许我参加共产党呢，怎么着吧？你还有理了？我当然有理了。哎，出身咱不能选，那路咱可以自己选。你呀，你这脾气早晚会害了你。我愿意。我现在宣布一项组织决定。什么处分？我接着。鉴于你的表现，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咱们团四支的骑兵连连长。怎么样？现在可以天天跟妈打交道了吧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，可是团长，我的人手不够组建一个连队啊。放心，我已经从师部调了30个骑兵给你，还有20匹马，3天后就到。太好了，团长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一定把这个骑兵连建成咱们团部，不，咱们师部最精锐、最出色的部队。你这个弼马温劲头还挺足啊，比这个孙悟空觉悟高多了。哎，团长，许欢呢？他关禁闭，你凭什么关他？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，对他进行调查也是合理的。可你这样严重打击了一个战士的革命热情啊！许欢同志也是主动要求配合调查，自愿暂时牺牲自由。他自愿的？对啊，我也相信他是清白的。可是他和他父亲的……我要见他。不行，在调查期间，除了调查组的人，任何人不能见他，这是纪律。许庆春费尽千方百计把他女儿弄回来，是许欢同志自己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的。可你们现在却要关他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这是合理的保护程序，你要明白。我明白。团长，我理解组织的安排，可我只是想跟许欢同志说两句话，行吗？不行。10分钟。不行。5分钟。2分钟，1秒都不多给。谢团长。我也有父亲。我先走了。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找许欢去了呗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跟许欢同志的没什么事儿啊，我就是觉得他冤得慌。组织上对他审查，那是为他好。不，说来说去还是这点事儿吗？那许庆春做什么，跟他女儿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是没明白。假如许欢跟他爹没有关系的话，我们的审查就能还得清白。对你对他不都是有好处的吗？不是，合着你非得把我们俩掺和一块儿是吧？你敢说你对他没有好感？没有，我们这叫革命友情啊。好，你这些话等他出来以后跟他说吧。我跟他说得着吗？我跟他说。不是，等会儿，你刚说什么？团长让我告诉你，对许欢的审查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但你这边必须把骑兵连培训好，自己看着办吧。听起来一套一套的，这战士们呀，不懂怎么骑马，害怕从马上摔下来，当然了，也不懂怎么照顾马。我们总结了几句口诀，要让什么战士们照着练。口诀啊，说说。草标料尽水精神，草短料尽水要轻，双手前倾，双腿夹紧，脚尖跟蹬，屁股坐稳。
不错不错，简单好记，适合咱们战士。您看，电台一部，电池三箱，歪爸的机枪一挺，外加两辆摩托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日本俘虏，那家伙是个化物工程师。这下咱们通讯技术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了吧？行啊，出几趟就弄回这么多好东西。那走过去看看去。没受伤吧？没有。岛上的樱花，在日本有这刀的人就是武士。这把刀的主人死了之后，将它传给了我。你知道吗？花的生命是短暂的。许先生，这把刀就送给你吧。你不要将他们分开。怎么，你不要这把刀吗？在日本，如果你不要刀的话，是对武士的一种侮辱。你是想让我切腹吗？不敢。多谢松井先生厚意。你既然接受了这把刀，那就证明你现在是大日本帝国的人了。松井先生有话请直说。我想知道八路军的骑兵队，他们的马到底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我不是让你把牧民的马全都弄到皇军这里来吗？松井先生，请相信我，八路的这支骑兵队里没有一匹马是从内蒙的牧民手里买的，他们大多都是从贵军和国军的手里抢的。哼，是这么回事啊？哦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成立了20多人的骑兵了，绝不能让它发展壮大，我们要把这支骑兵队消灭掉，明白吗？是，松井先生。许庆春，我告诉你，八路军是挡不住我们的部队的，我们应该立刻行动。嘿。哪有马呀？洪生，我们干脆去抢吧。你说什么呢？咱们是人民的军队，不是强盗。我又没说抢牧民的，抢那个什么华北治安军的总没错吧？说的倒轻巧，你知道他们马在哪儿啊？怎么找啊？天哪！怎么了？他们都笑我，说我不是真正的八路军战士，我要参加八路军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年纪太小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求求你们了。我说不行就不行。那你们怎么样才能让我参加八路军呢？这样吧，我们骑兵连现在缺马，你要是能给我们找来马，我就收下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，你们就等着吧。
这就是我们骑兵连。田国成，到。团长，团长。报告田连长，卫生员许欢前来报道。啊，我现在正式宣布，从今天起，咱们715团四支队骑兵连就正式多了一个女骑兵。好，许欢同志，骑兵连的任务很艰巨，不光要照顾人，还要照顾马，有信心吗？兽医学过一点，恐怕不够用的，以后会边学习边实践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知道成为一个骑兵最重要的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要会骑马。啊？听话啊，我们就去跑一圈啊。乖。听话啊，听话，听话啊，走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练怎么样。你听话点，再不听话我给你打针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啊？你先要取得他的信任。来，手给我。对，就这样，轻轻的。走，那边。你干嘛呀？不废话，来，走。哦。抓紧缰绳。对，脚尖轻踩。好。双腿夹紧。屁股坐稳。坐稳了吗？坐稳了。真的坐稳了吗？真的坐稳了。啊，走！站！站！对！站起站绳！站起站起！站起站起站起站绳！双腿夹紧，屁股坐稳了。这里真美啊，要是没有战争该多好啊。是啊，真希望战争早点结束。哎，等战争结束了你想干什么呀？继续上学。上学？嗯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在城中的时光是最美好的，每个人都充满了阳光，每个人都积极向上，没有心事，没有烦恼，充满着满腔的热情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我最希望赶快长大，这样就没有人能管我了，想穿什么漂亮衣服就穿什么漂亮衣服。哎，你干嘛笑我呀？不笑。漂亮衣服，你这个理想可真够伟大的。你看你还笑我。我不笑，我不笑，我不笑，我不笑。哎，我觉得挺奇怪的，你说你挺要强一个女孩，可心里就想的跟别的女孩没什么区别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庸俗啊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样挺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真实啊，没有口号，没有豪言壮语。也许没有小鬼子，没有这场战争，我们都不应该在这儿。没想到你还挺多愁善感的。哎，
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损我呢？哎，那你想做什么呀？能不能不说？我都说了，你必须得说。那我说了，你不许生气。我干嘛生气啊？我想当校长，专门管你。不是，现在我们已经50匹马了，这哪够？差太远了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报连长，5群马从营地跑过来了。连长，我回来了。报告，我已完成任务。饿不死，这些马都是你带回来的？是的。哎，这些马你从哪儿找的？我从小就在草原长大，这里的牧民我都认识。他们被治安军打了埋伏，我一说他们就把马给我了，回头我再把钱给他们送过去。我现在可以当八路军了吗？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骑兵连正式的一员了。谢谢田连长。好小子。报告团长，我们的侦察兵发现鬼子从牧民处抢了一匹马，我们骑兵连请求出战，把这些马夺回来。有把握吗？有。好，是骡子是马，这回就看你们的了。团长，你就放心吧。又是八路军，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我不是让你把牧民所有的马都弄到皇军这里来了吗？为什么八路军的骑兵队那里还会有马匹呢？松井先生，上一次不是被他们偷去一匹马吗？会不会是……你不要和我说这些，你是在讽刺我们皇军无能吗？不敢，不敢。我想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许先生。八路他们狡猾狡猾的，必定是钻了我们的空子，也是有可能的。这些绝对不可以允许，我们一定要将他们全部的歼灭掉。嘿，我听说了，他们骑兵队队长叫田洪生，23岁。我还知道他和你的女儿是在同一个学校吧？松井先生，徐某长期忙于军务，一直没有跟女儿联络，我也不知道他的近况如何。田洪生和你女儿
同学，把你的女儿带到这里，看一看会有什么样的线索。不杀灭敌人，誓不休，誓不休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少年壮志开红花，脱下长衫换短褂，喊上一声老娘亲，让俺今天就参军，俺把党来提母亲，母亲恩情比海深，母亲有难而流泪，革命的烈火烧全身，精忠报国志不移，而要上岛去杀敌，革命的烈火燃九州，不消灭敌人誓不休，革命的烈火燃九州，不消灭敌人誓不休。你怎么来了？开你车啊。来，怎么了？团长让我来找你商量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团长希望你能回去劝说你父亲，让他放弃跟松井的合作，加入我们的队伍。啊？我知道这事儿不大可能，而且这次你一旦回去了，以你父亲对你的感情，他是一定不会再让你回来了。这事儿你怎么看啊？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团长跟我说，你父亲这个人还不至于无药可救。据说，日本人让他买马这件事儿，跟他说的是有马买马，没马杀人。可是，他只肯买马，不肯杀人。所以团长他们认为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就要争取一下。毕竟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。你让我想想吧，好吗？我相信，你父亲不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的。你告诉他，只要他肯回头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人民一定会接受他的。把这封信交给他。不管你父亲是什么态度，你都要保证自身的安全。我没有别的要求，唯一的一个命令，一定要平安归队。是。陪你一块儿去，跟我一起去啊？那可不行，太危险了。这是司令员的命令，我一定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现在我就是你的贴身保镖。不用，他是我父亲，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走。前面就进县城了，怎么样？想好怎么跟你爸说了吗？想好了，回去吧。我要回去了，还算什么贴身保镖？不行，你回去。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。再说了，你爹不至于连保护他女儿的一个护卫都不放过吧？他们要知道你是骑兵连的连长，那就更显示出我们的诚意了。你想想，你爹要是连这点胸怀都没有的话，咱冒这么大险跑这儿来找他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既然来了，我就没怕过。这如果是为了我，不值得。我觉得值。怎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人？难道松井也来了？怎么办啊？咱们必须得秘密见你父亲。松井肯定不会住在这儿。要不等他们走了，我再想办法单独见我父亲吧。先离开这儿再说。走。我
我跟你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吧？我已经听明白了。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我当然竭力配合宋景先生的指挥。我们现在要和八路军做个了断了。嗨，你觉得许青春的部队怎么样？不堪一击。是啊，看来我对他的期望过高了。但是现在需要他们配合我们，一起将八路全部歼灭。可这支部队完全缺乏战斗意志，我认为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他们身上是不妥当的。你觉得我会信任他们吗？少佐，您的意思是？中国人都不值得信任。从目前来看，许青春还是很配合我们的。我看未必，我已经查明，他的女儿是一个八路。有这回事？那您为什么不？不抓，留着他。宋宁走了。那个叫孙副官。你父亲手下？对，他可是我父亲亲信。枪打得非常好，上次就是他混进来把我抓出去的。不过要是想秘密见我父亲，他是最好的侦察者。再等等吧，等日本人都走干净了，我陪你一块进去。不，现在的时候是最好的，一会儿他们走了就没有机会了。放心，孙副官跟我在一起，他会保证我的安全。你就别去了。不行，你一进去整个性质都会变，我父亲再也不会信任我的。相信我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好吧，也许这种时候我不在场更合适，但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情，要小心。孙副官，小姐，来人！给我封锁周围200米的范围，看看有没有八路的队伍。看来你们这些人心中充满了恐惧啊。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厅长的女儿是个八路。我父亲呢？厅长在办公室。厅长，花儿，爸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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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好好聊聊，好好聊聊。通知宋锦少佐，小鸟回家了。报告少佐，收到密报，小鸟回家了。知道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全体掉头，回县城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小鸟是什么？马上你就会遇到的。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事情吗？中国人是不值得我们信任的。掉头，我们回县城。嗨。刚回来，今天我们不谈这些，不谈这些。我只想知道，那个从小教我忠义的父亲，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出卖国家的人？什么叫出卖国家？胡说八道！这不是你一个女孩能管的事儿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您曾经教过我，我一直都记得。欢儿，你在外边都学了什么？一回来就指责父亲？你还要这么执迷不悟下去吗？你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在恨你？
我现在还有的选择吗？一不错，步不错。不，你还有机会。我这次回来是代表八路军回来跟您谈一谈。这是我们团长给您的信。这要是个圈套怎么办？我得对我上千名的弟兄负责任呐。就算您信不过共产党，现在连我都信不过了吗？爸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日本鬼子那是在利用你，一旦你的利用价值没有了，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把你抛弃掉的。花儿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可是你先去休息吧，这件事儿容我再想想。爸，容我再想想。厅长，松井少佐又回来了。什么？宋副官，快带小姐回避一下，快，是，快。松井先生，您这是？许先生，来客人了吧？我也想见见是什么人。您说笑，除了松井先生您，我哪来的贵客呀？这就奇怪了。我怎么听说是你的女儿回来了呢？您这是从哪儿听说的？怎么回事？看来您还是不太相信我。我要见你的女儿，许先生。您要见我女儿，什么事儿？你女儿就是八路吧？我想让她配合一下我们，你看怎么样，许先生？您一定是搞错了。没错，我女儿是刚刚进门。可是他一直在外面求学，何来参加八路一说呀？八路，绝对是八路！你们搜一下。是。哎哎，请住手！少佐，人带来了。许小姐，很荣幸见到你。我们有共同的话题，可以聊一聊。你这么年轻漂亮，难道你就不怕死吗？八路军的总部在哪里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就算知道了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呀。哼，嘴还挺硬的。看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，把他带走。是。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宋军先生，小女年少糊涂。高抬贵手，我就是想问问你女儿八路的事情，只要她说出来，就没有事情了。花儿，你就说了吧，爸求你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带走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宋敏先生，让我来劝劝她。小女自小聪明，她一定会明白的。我看不必了，她根本就不会听你的话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能说服他，我真能说服他。爸，不用这样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父亲，你也当没有我这个女儿吧。听见了吗？带走，带走。看在你曾经为皇军做过贡献的份上，我们是不会伤害他的。告辞。给我带回司令部。是。走。快点。都安排好了。嗯，一定要问出八路总部的地点。是。Thank you.
在那边，给我来。快快快，召集我们的人。是。啊，这边。别别说，快快上马，走！来来，快！哎，不要！爸！我跟你说的话。你都记住了，我的错只能用死来赎罪了。你不能再错。厅长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兄弟们，你叫我的拼了！在感谢什么？回旋，隐蔽！弟兄们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少佐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还是撤出这里比较好。要不然的话，一旦被包围了，我们恐怕就……撤退！撤退！追！许欢，许欢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就在这里吗？你叫我提吗？我很开心。别说傻话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不会有事的，是你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，是你替我挡了这一颗子弹，所以别说，是我在照顾你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发现我再也离不开你了。所以你要坚强地活下去。你要坚强地活下去，我也会好好的活下去。等革命胜利了，我们两个就结婚啊！我们一定是第一个结婚的，我们一定是第一个结婚的。让小东、幻景那两个混蛋羡慕去吧！我们一起回学校，你当老师，我当校长，我们一起上课，一起回家。哎，你会做饭吗？我们做大鱼大肉，我们再也不用吃野菜了。菊花，菊花，菊花，呀！
防伪治安军孙强向您报道，许先生临终前一再嘱咐我，要我带部队投奔八路军，消灭日本人。欢迎你加入八路军。没想到许青春的部队敢对我们这样，让我们措手不及。这个民族一旦触碰到底线，十分可怕。放心吧，我们皇军的部队是不会输的。通知骑兵队准备，给我彻底歼灭八路军。是。许冠同志用生命换来的大好局面，我们不能轻易错过啊。报告，进来。前方发现松井骑兵部队正朝我方挺进。大概多少骑兵？大约300多人。继续观察。是。团长，敌强我弱，要不转移吧。团长，骑兵连请战。团长，我带领20个人组建一支敢死队，然后再带上足够的急速手榴弹，我就不信小日本鬼子他们不怕死。团长，你倒是下命令啊！好，骑兵连，准备出击。是。鬼子来了！来自哪里？无论你们之前是干什么的，你们今天在这里只有一个身份，那就是中国军人。在这个战场上只有一件事情能做，那就是战斗。我们战斗不是为了别的，是为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，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，为了我们的亲人，为了我们死去的战友，让他们的血没有白流。弟兄们，战斗吧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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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八路军的起。我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骑兵。是。骑兵队，给我杀！
成读书郎，人的名利要长夜，成绩成人先夸赞，山河破落家国伤，都必从容举刀枪，先生学子赴战场，先生。